为什么一直躲着我？送你的项链，不喜欢吗？没有不喜欢。那为什么不戴？是怕戴了会有某种特殊的意义。不知道我们现在什么关系。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星星，韩总，哪个？那个。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受伤又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。其实，没什么。如果你有什么难处，可以放心跟我们说，我们帮你想办法。我就是觉得太对不起你们了，你们这么费心帮我，我没事儿。等医生出了治疗方案以后，我们重新给你治，但是你要听医生的话，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。好了。你觉不觉得刚刚张凤美有点奇怪？是挺奇怪的，刚刚她欲言又止，背后肯定有什么隐情。先治疗吧，慢慢再沟通。只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的产品没有问题啊，就算他没有遵医嘱，这个情况也不会这么严重吧？行了，你别想了，让脑子休息一会儿。韩总，你还没走啊？那麻烦你送季欣回去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哎，我拜拜。我自己打车就好了。我送你吧，走。结果没出来之前，不要多想。刚刚忙忘了，应该陪你在医院看看医生的。没事，不用担心。今天谢谢你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
为什么一直躲着我？送你的项链，不喜欢吗？没有不喜欢。那为什么不戴？是怕戴了会有某种特殊的意义。不知道我们现在什么关系？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星星，韩总，韩总，要不您也进来？啊，您还有什么事儿？需要帮你把垃圾带下去吗？谢谢。不客气。真是啊。哎，仙儿，你跟韩总到哪一步了？他刚刚还帮我把垃圾带下去，他好绅士啊。